路边足济啦，啊，咧画底迄吼，恁伊讲偌济，你来该出价吼，你无该买，你送来。哎，你骗你啦！其实乌白好对，乌白好对，乌白好。啊，咱咱来像七八个拢唔正好啊，这个迄个。正好伊卖你，你唔捌该买啊，伊就该抵消。来，我请教你一个啊，你讲吼，你前几仔时代就住伫高雄遮嘛，啊，都是大人过来嘛，伫高雄出世。花王饭店遐出事，是哦，我知啦。我三个囡仔嘛，我以前也过住伫遐，三个囡仔嘛，拢伫遐出事。我遐盐埕宝老街呢。啊，来搬过来。哦。搬来。啊，时阵爸爸妈妈是咧做啥啦？那只狗甲你栽培啦。伊只爸爸唔捌字，伊只主动不是主动。爸爸唔捌字啊。伊细汉都无是大人啊，来就是咧咧讨生活尔，伊靠通好去读册。啊，爸爸是做啥啦？做日本料理的啦，哦，啊，但是伊无读册哦，日语哦，足好讲。会啦，迄阵的环境就是安尼啊。日语足好讲，啊，伊就拢，迄落迄种啥，迄种做日本料理啊，迄阵所以讲，迄阵住伫遐，啊，有迄日本的食堂吼，拄好伫这种大地路遐吼，你若大地路，你伫这种花王遐算起。我知啊。第四条街啦吼。我较早遐上班啦，我较早花王上班啦。嘿嘿，啊啊，搁较贵啊吼，台地路遐有一间叫做 M 四吼，哎，伊就是住伫遐，啊住伫遐上班，啊等下花王即搭遮，啊地处啊，阮迄阵嘛是爱讲。迄阵还袂起花王诶啦。迄阵还袂起花王，起花王迄块土地，阮光复了后，伫遐，迄块土地伫遐，大家伫遐。大厝啊，伫遐大，啊，伫遐做生意。围地啦，迄阵拢围起来啦，日本人离开啊嘛。围地啊，所无所在啊，等下都去，迄日本人等伊啊吼。系啊。对啊，拢围的啦。对啊。伫花王后面遐。在地市啊啦。唔是，花王后面遐，遐要我爱河遐，遐拢日本的人工做啥物啊？迄落遐花。花街流行啊！哦，安尼你就听话，日本时代啊，拢遐，月基啦，迄阵了跟搞月基的啦，啊，阮住伫较头前花王边啊，迄搭遐，啊，了后，即卖一个功夫了后，转来吼，因遐拢搬走，遐拢日本人，对啊对啊，拢搬了，拢去遐跟拆宿舍，迄阵无聊，啊，拢去遐跟拆，足济。你搁伫咱只爱河过吼，爱河的桥啦吼，五福路的第一站开始，迄多少平，啊，规片拢嘛是去遐听迄来，大家伫遐住，哎，咱只讲好个，大家无错啊。日本人都用等于啊，等于啊，是日本人袂当炸物件，等去先去炸一千块尔呢。啊，阮爸住迄间食堂，迄日本人的。叫阮爸讲，叫阮搬伊遐做。因拢安尼讲对啊。啊，阮爸唔敢。对啊，就是拢讲唔敢。伊小心啊，过无几日就去用接收。中国人啊，接收伊啊，较紧就是安尼啊。有人接收伊啊。我知啊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吼，心跳都快点讲啊。大家做收获的。台湾人伤高伊，啊，日本人伊走又袂当炸物件嘛。啊，买啊，干那啥，迄啥个，迄日本人要登高楼要做。因咧做生意，迄碗盘啦，椅啊，阮咧搬来，搁在花王遐吼，搁讲去个地主啊，伫遐做生意啊，先开始伫遐做生意安尼啊，啊做生意即嘛花王伊块地人私人地哦，就要甲你讨啊。上个私人地啊？无要紧哦。唔是，迄花王迄块私人地较早就是一间叫做联合游览车吼，一个叫做。姓罗，罗立杰的，迄人唔就地话，咱是。